Hello， 大家好，我是白狼君，欢迎回来收看《幕府将军二》的游戏实况。今天我们来实况这个五家之殇啊、你不要一直跑到我桌子上，真的是我在吃东西，笨猫。好，跟你们要求的一样嘛，上次投票结果是五家之殇以这个高票得胜，耶！所以。至于要玩哪一个势力呢？我有一直想过啦，是要玩萨土，那什么，萨长土肥，没有肥钱呢，有，当初不是那个什么尊王派有萨长土肥，可是没有肥钱烦，好了，不鸟他，安妮金凡、佐贺凡、长州土佐跟萨摩凡嘛，我有想过了，到底要玩佐木还是尊王嘞？那后来我就决定说玩一下尊王派好了。其实我没玩过佐木派，我很想玩啊，但是呀，我们要尊重历史，因为最后是尊王派的赢了。Yes， 难度我设定为天下一啊，天下一不是无双啊，不要无双，拜托，无双的话不能有那个。无双的话就不能独当，所以我会很困扰。OK 啊，宁死不屈，李明之干，政府管理费用节约加5%，统御范围加15%，开国令，统治哦，这个算是一个优势啊，对。我们都知道在幕末时期那个。日本社会动荡真的很大，尤其是这个大概是在城雾战争的前夕，就是这个长州藩跟那个萨摩藩，长州藩跟萨摩藩刚开始结盟，然后跟英国打过仗，那个时候有一个英萨战争，然后跟萨摩藩签约，所以也就日本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引入了这个现代化的。东西，对。After the Sengoku Jidai, peace reigned for 200 years. In Kyoto, the emperor continued as divine head of state. Yeah, he is a puppet. But real power was held by the Tokugawa Shogunate.For two centuries, they ruled with absolute authority. Japan prospered. The people were content. In 1853, American warships changed everything. The shogun abandoned his people and signed the Treaty of Peace and Amity. Japanese to Japan. 日式英文真的听得很好笑。Trade was established, but the agreements favor the Western powers. The economy faltered, and the people suffered. In 1863.The emperor overruled the shogun. An imperial decree ordered the expulsion of all Western powers. No longer would Japan be westernized. The time had come to strike back. 新选组屁啦！新选组最好长这样，他们不是穿蓝色制服吗？预告片上那个教官挂掉了The Western powers gave their answer. 英萨战争。
treacherous Westerners brought death to our people. The Shogun no longer commanded respect or loyalty. Imperial rule had to be restored. To strengthen our position, the Emperor made peace with the British. We will study their ways. 一失其长技，窥其哎喂，反正就是我们要维新就对了。Can we destroy the Shogun and return honor to Japan? The Emperor must be victorious. Victorious. Satsuma domain. Our family, the Shimizu. 岛津家的萨摩藩。对，萨摩藩的岛津家。Ever loyal to Japan and her people.德川成了西洋人走狗Have failed us, allowing themselves to be manipulated by Western powers. For the good of all, power must be returned to the. OK， 自由够小的。提升发展等级，奖励举措，所有收入加50%。Every clan must pledge allegiance to one or the other. The object of the campaign game is to secure allegiance to our. 哎呦呦！哎，我们有个西洋教官，然后还有一些鬼东西。嗯哼，好，还有一个小舰队。想想看哦，我们一开始跟这个岩冈藩在作战中，靠腰有蚊子。那我们有的兵力是这个西乡盛隆，哇，西乡盛隆哎，当时的一个大将，后来。带领这个萨摩藩打进了鸟羽伏见。先埋下伏兵，然后。OK， 这里有岛津义忠、岛津久光，然后还有一些鬼东西啊。好，我们现在看四组发展好了啊。我觉得建筑在幕府的建筑就超麻烦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钱真的超少。现代化建筑减二，现代化程度加一，外系关系加十。可使用万岁图集，可使用火石，还有神枪队。我们先用体质大好了。居民居修剪费用减10%嘛，快乐度加一。好，然后修筑这个亭镇的话，现代化会加程度会增加。那我觉得以这现在这个民众的程度，我觉得还是不要太冒险比较好。田地嘛，田地最重要。客栈。萨摩首都这边有一个铁匠铺，所以呢，在这边盖，反而在这边盖屯驻所之类的，不是屯驻所，对，屯驻所就是那种征兵的兵营是最好的，所以就反过来喽，呵呵。那一开始我们正在跟这个岩冈藩作战嘛，我们有什么？对啊，我们的部队我们没仔细看嘛，应征部队、猎枪兵，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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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反正就是超级烂就对了。把犀牛的兵力全部抓过去。OK， 然后不是家族管理啊。佐贺藩是也是位于这个九州的熊本熊，好可爱哦，哈哈哈哈。种子岛岩冈。Sometimes travelers meet.
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呢，就是得要统一这个九州，先把九州整个统顿下来，变成我们反攻大陆啊，不是反攻九州，不是、反攻本州，也不是那个发动城务战争的大本营啊。然后肥后这个地方是他妈超肥的，2015的那个收入哎，你看超肥的，而且那边怎么回事啊？佐木思潮，熊本是佐木的吗？还是真王的？真王的、啊，那就不需要担心啊，什么鬼的？舰队哦。舰队去偷窥一下好了啊，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Why？ 敵を待ちます。夺取日向。天皇皇御旨，尊王思潮传播效果加二。天皇陛下万歳！王政のままに、次なるご命令は王政の通りに。殿、鉄砲の用意じゃ。呵。哦哦，他们来，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在这里。这样子两边都可以顾到。殿、仰せの通りに着きましたぞ。哎呦喂啊！哇，他们有线列步兵队耶！干，他们有线列步兵队耶，这么屌！士官学校机车啊！我就没有士官学校，你看我多可怜。这群白痴，他们是智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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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は万端にござります。戦の準備はできて順風にござりまする。我が刀は殿のために。怒りを落とす。好了，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面临到我们第一场战斗，对方有长枪武士队、应征枪兵队、线列步兵队、线列步兵队、铁炮武士队、铁炮武士队，啊，嘿，错，我真的好奇，在这个。如果我们是玩家，我们都是玩家的话，会有任何一个势力会瞠目铁炮武士队吗？我是说认真的。
因为 T-POS 对他明明是这么的 You know。 诶，然后刚刚想到一件事情，我的大鱼那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应征枪兵队？我应该就把它拍过去的。这路都要有点时间。我的电脑不好吗？好不好了。好，今天嘛秀，我们有什么呢？应征步兵队，全部都有这个良好设计。啊，我的滑鼠又滑掉了。あれまで命令を待ちます。三丁。徴兵隊、枪兵队。就以看就以买吗？对不起，我日文讲的不好，我真的不会讲日文。我很想学日文，可是我一直都讲不好。准备看掉，不知道，准备完毕啊。Today, sir, we attack.哦，我们攻击啊！哦，就这么的呀啊！
dragon! Damned lily-livered cowards! Your men are running, sir! Is under attack. Killed their general, sir! Your victory is close, sir!好像牺牲两个应征枪兵队了。哦，一个。啊操！被戳死了。多谢你。いざ進まん。殿、それは無理がありまする。うん。帝のために。算了，现在要省钱。
では早速ご命令をお待ち申し上げます。その誉れがあろうか。殿、ご指示を。移動しまする。何を？ここに停泊しまする。帝のためにく。我是不是现在有点在乱搞啊？領地を囲みましたぞ。支援これで逃げられませぬ。我们还有 artillery， 就是舰队的炮击可以用。哦，因为他们是攻击方，所以他们来怎么说？由他们来决定天气啊。哇，这啥？Today, sir, we defend.
that. Sir, your general is under attack. You ever 看过长山赵子龙七进七出？好像不是这样用。Victory is assured, sir. A unit is running from the battlefield, sir.耶，万歳！哇，方向武士队没了。看不到啊喂。哦，升级了。将领升级。他们将军没死啊。Whisky。刚好等一下就要进攻了嘛。我是自由。我发现面对比较多敌人的时候啊，在城内的时候就等对方出城，因为怎么说呢，在这代的在幕府将军的话，对方出城的话会变成那个陆战而不是攻城战，那算是一种优势啊，对我来说，因为攻城战的话会非常耗人力。最好等雨天或者是雾气浓的时候，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使用近战，我的近战会比较有优势，就是攻城战的话就对，最好是以近战为主了。雾气。没有雨天，只有雾气。
可是这样的话射程就会降低哦。leg 因为有雾的关系，所以 leg Today, sir, we attack.射程整个降低，好像不应该看百科哦。有效射程150，原本好像是多少？200多吗？我不记得了。Your general is under attack. 他们开始攻击。Assured, sir. This is 叫天手，哈哈哈！这种东西叫天手，哈哈。这跟我印象中那种大本事那种天手不太一样。掐宝变，看他们的将军一定是这个，对不对？让他穿绿色制服就知道。摄影师，啊！被砍了。不愧是将军呢！哦，将军死了，耶！杀！
他们的箭台在射箭。耶！先那个防御值，噔噔噔。列車のお役目はいかに？すべては天皇様のために。呵。戦の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す。呵。落ち場につけ。切龙呵。お指示を。進め。接下来就是这个熊本熊了。小本熊跟我们是亲密无间，然后还有钢凡，这是什么鬼啊？哦，钢凡在这里，不要鸟他了，先不鸟他，毕竟人家是一种目前还在局外。那熊本熊是那个跟长州小仓还有福冈是敌人。好吧，其实我现在看不到到底有哪些番。比例尺单位英里，哇，我最讨厌用英里了。英里是多少？一英里四公里是不是？我忘了，0.4啊。好，那么已经把这个岩钢房给打下来了，哎，那这集的。武士之殇先录到这里吧，已经有快一个小时吧，虽然说好像没有做什么，不过没差啦，反正大致上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就是把开局就丢给我们的敌人给灭掉了。那现在呢，就是要好好的等士族呢慢慢的发展壮大起来，然后再把九州给统一吃掉，啪掉九州，啃掉这个中国，对，这边是中国，不是对面那个中国，是这边就叫做中国，然后再啃掉这个中国。那如果没记错的话，土佐藩啊，好像我每次玩这个土佐藩都会背叛那个尊王的，跑去那个佐木，所以啃掉中国的时候，土佐可能也会变成我们的敌人。那还要再把四国给啃掉，嗯，好吧，那这集的幕府将军武士之殇就先玩到这边，吃好饱，那下集再见喽，拜拜。